为肺部处太好高压，发展下个好水机构计划，初步系初步连续两年，替中央太好举行联合成果发表会。下为肺主委李云德表示，希望亚德成果是在提供本韩国岛下个好水研究人才，变作交流分享的重要平台。但是外片好水资源同成果来收，本来参加好水成果发表的学生是在来看。中央太后客家福建研究孙伟讲，有按丰富嘅成果见，学生未来同研究客家福建嘅细节，是看到同台湾目前款嘅参考资料。经由这次的成果的发表，我们会对于这个台湾乃至于全球的这个客家社群，在这个知识体系都有这个非常正面的影响。安尼嘅发通当中都可以看到，亚弟在讲，其实参加做嘅题目非常非常嘅多呢。如果希望讲学生嘅家是有兴趣有能力，一定爱听听阿点先生去做研究。客委副主委李云德讲，除了成果发表，每条个发通来表扬，来做客家研究，也是发展成果创新嘅优秀后生人。希望安尼做，文化都嘅族群来了解客家。十多年来其实成果非常非常累积的非常丰富了哈。了解呢，所有嘅人哈，那么包括客家族群哈，对这个客家嘅认识呢哈，越来越清楚哈。哎呀，对呢哈，唔系客家人呢哈。对客家的了解也越来越清楚。两年间成果发表，除了论文，还期盼论坛同共建。透过按照中介学术报告，参加学生是了解235件稿件，超过100件解放研究成果内容，建立客家学术研究交流分享的平台，累积客家学术研究的成果。客家新闻罗安泰头前报道。